要开将近5个小时的时间，开到秋去老掉，又去上掉，卡车马去，下车每天每当。营主规定我们夜冲最晚11点要到，担心路途塞车会来不及，所以呢，大人小孩他请半天假。接下来呢，就接着我们4天3夜的露营旅程啦 ，Go！ 我们到花莲啦，花莲地标星巴克，这里我们来了第5次。到了，我们终于开到目的地啦！足足6个小时，我们都被吓到了，开得超远的耶！你看，我们本来说小海5点要下班，怎么可能11点赶得到呢？中间都不用休息了吗？6个小时哎，下车真的是北丁美当，超累的。目的地呢，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，因为现在风超级无敌大，跟我们上次欧曼露营区有得拼了。现在他们在搭天幕，有点挑战性。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搭天幕的。你来说说。有什么挑战性的吗？跟上次欧曼比的话，这也是迎风面啊，也是蛮难的。现在好在是有朋友张老师，张老师你好，要90度鞠躬，谢谢张老师指导。好了，我们来看等一下到底搭的如何。你们看看这个风，吓死人了，我都快抓不住了。太夸张，太夸张了！哇，这风可怕。现在我们要把天幕撤掉了，因为风实在是太巨大了，天幕一定会扛不住。所以我们现在打算把天幕撤掉，先搭帐篷。注意吗？看海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好啦，对于这一次奥斯卡又要来抗风挑战这个风力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觉得他这次可以，一定可以扛得过。我的风神拉好拉满，撑过这个晚上。听说你蛮内疚的。对，我蛮内疚。那时候觉得好像他撑不了，一直说他好像扛不了风。对，他其实可以的，对吧？我不敢。不敢打包票，没关系，我们有隔壁帐撑着，没关系的。既然说到隔壁帐呢，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搭法是怎么样子。不有搭的是村帐，封面呢是从这边速吹过来的，由他们顶着。OK, no problem。听说他们的帐篷是美国台风级的风力来测试是。安全过关的，我们的奥斯卡搭在这边是没有问题的，希望但愿如此。不要他们还没垮，我们就已经垮了啊！像来到演唱会现场一样，来唱一首歌吧，《听妈妈的话》，别让她受伤。还是你要唱别的？好像棒棒糖，好想吃一口哦！来，你看，这是我们的奥斯卡，东倒西歪，对比隔壁的，屹立不摇，真奶茶架子哎！要换帐了。你确定撑得住吗？我们还要撑加这一碗。3个晚上哎、欸，你确定可以吗？这位神社，明天下雨就不会有风。真的吗？陆游说下雨就不会有风，我要相信他吗？好笑的哦，陆游说他们要把这一顶帐篷
换田杖，因为他们喜欢军绿色的，他们可能会把它换掉。他叫我们的奥斯卡卖掉，接他们的手，他们就可以换田杖了。到底如何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们终于搭设好啦，来看我们的摆饰吧。有没有像夜市的感觉？亮亮亮，超级无敌有够亮。本来我们要搭天幕了，没有办法，因为风真的是太大了，它的地势又有点凹凸不平，导致我们搭帐篷的位置有点受限，所以现在搭两个帐篷。搭两个帐篷之后呢，天幕反而就搭不下了。刚刚飘了一点毛毛细雨，有点落魄。现在还好，然后我们现在要煮宵夜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在做什么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夜市摆设。我们总共串了几串灯泡串给大家看，猜一下。好，一二三，好，没有机会了。我们总共串了四串灯泡。哇，夜市摆摊的感觉非常的有气氛，明亮。那我们现在要煮泡面，我们带的韩国泡面，超好吃的韩国泡面，上一次开团的。我们本来要搭的天幕也没有了，如果下雨我们东西全部都要撤进去，很惨。好吧，就这样啦，晚安咯。我们要吃宵夜咯。对，他说他现在比较喜欢卷卷，还要绑马尾。我现在坐车要去哪里呢？我们现在中午时间，我们都没有煮，四天三夜就是这么的悠闲。现在要去吃海鲜料理 ，Go！是的，我们中午又跑出来觅食了。我们今天吃的是飞鱼餐厅，我非常的特别。来花东就是要吃海鲜啊！这里还有贩售生的飞鱼，我们回去可以烤。还有飞鱼软香肠，哦，诱人诱人。好吃，知道名称了，炸飞鱼小丸子，可以满足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拍啊，放下。好好吃哎，嗯。你的炒泡面好吃吗？哦，那个蚝油，蚝油就很非常接近南部的口味，带一点甜甜，然后又有点咸，蛮木椒的那种。所以整体来说，可以。握饭团，飞鱼握饭团，槟榔心排骨汤，好像是。看一下，大家不知道槟榔心长成样，就是这样。哎、欸，这有甘蔗哎、欸，这是甘蔗、欸。槟榔心不是半天薯？哦哦，重头戏来了，重头戏来了，重头。哦哦。Oh my god！ 飞鱼一夜干，刚刚我们看到的。重头戏，没有，我想有机会也要去动物园，但我要装气啊，我装气啊，嗯，那也帅呀，那边应该跟。
好了，我们现在来介绍营区与营区优缺点。嘉利利海石梯坪露营区，这里是我们开车开最远的地方，真的是有够遥远的，将近快5个小时吧。中间你有停靠地方的话，大概要6个小时左右吧，真的有够遥远的，很长的连假来才有办法。路况呢非常的好，就在路边而已。营位嘛，我们定的营位是一区1/5/1/1/5/2，这个区域严格来说呢，我觉得你说你要看到海景其实也有限，因为它种满了很多树。区域区分呢，就是一个圈字形，左边这一块就是一区，右边这一块就是 W 区，中间这一块是 N 区，前面这一块是 S 区。来讲的话，我最喜欢的位置是 S 区，因为它靠近海景是最近最棒的，景观是最美，空间也是给最大的。如果你要追日出的话，是定什么区域最好呢？营主推荐我一区，因为日出是靠近左边这边，东边是左边这边区。我觉得它的树蛮多的，可能是营主想要遮风挡雨吧。我就觉得树就会局限到我们搭帐的空间，营位的空间大概是300-400左右，如果你是大帐的话是没有办法搭得下的，就是会变得很挤。我们定的是1/5/1/1/5/2，刚好是包区，两帐都要出小帐，大帐是没有办法的。但是你还要再搭一个天幕的话，你的天幕可能就要选择小一点的，空间有局限嘛，树很多，搭帐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拉绳，会阻碍你。那由我来讲营区的优缺点，他们这边的营区的优点我来讲一下，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洗手台给的非常的大，洗好的时候盘子的置放的空间都是有的，非常的足够，让你觉得洗洗碗筷来的时候你不会担心说你洗好碗筷不知道放哪里，这是它的一个优点之一。再来的它的优点嘛，不外乎就是可以直接看到海嘛，其实你听到海声，看到海浪，甚至看到日出，这都是它的优点。缺点的问题哦，在目前看起来，因为它是走一个圆形的营区位嘛，然后它的圆形的营区的时候，它厕所都是在刚好在出口的地方。如果所以说你只要是E区，你只要是 S区，你是最近欣赏海景的地方，但相对你是离厕所是最远的地方。冰箱也会离你最远，垃圾分类也是在入口，除非你自己有带好垃圾桶啊，然后一直丢啊，不然你的回收、你的垃圾、你的厨余，你都要走到入口去丢，是会有点距离的。刚好这时候碰到很下大雨，我们在E区的地方的泥巴相当的多，所以会踩起来不是那么舒服，这是一点。他们这边的厕所蛮特别的，他们厕所是男生女生的应该都一样，里面可能有4-5间，4-5间他们有个特色就是说，里面可能会有2间是蹲式。2间是坐式的，有些人可能会对蹲式的那种马桶不太能接受啦，那你就可能要选择是马桶的那种地方。有听说它的热水会稍微有一点不太稳定，这是你稍微去洗的时候要去注意一下。嘉利这边的车子都是停到你营位的旁边，如果车子太多，也会有一些独立的停车场可以让你去做停放。你不想煮的话，这附近有很多餐厅，你那边附近有很多飞鱼的餐厅，你可以去那边享受。推荐的目前就是在影片里面，我们觉得那几件吃的比较吃，大家可以做参考一下。都是最闲的一个，三个人都很忙，一个负责烤肉，一个负责羊肉炉，一个负责地瓜酱茶。早上碰到楼下的营主叫跳浪营地的营主新营区，他们说晚上过了12点会放烟火，我们现在要过去拍摄，走。Happy New Year！ 哇，有阳光了，好感动哦。大家知道我们在哪里吗？我们现在在养殖场。为什么突然来养殖场呢？因为我昨天在吃饭的时候呢，隔壁的路友烤着香喷喷的虾子，有个诱人的，所以我们就四处寻觅，来找看看附近有没有在卖海鲜的地方。
经过当地人的暴露，我们来到了这个专门养殖虾子的地方。里面有一个老伯伯，很可爱，他就问我们说我们要什么虾子，他们这边大中小都有。我们现在在挑虾子，哦，我看虾子，哎，还蛮多只的，这样一斤。还可以啊，老板还说要叫我们自己捞嘞，如果自己捞不好捞。但是那边游来游去，哦，好快哦，超快耶！对呀，对啊，超大只。那个男人现在在看虾子，里面全部都是虾子，好想要钓虾哦。这里钓虾一定非常的过瘾。好大只，好肥哦，哇，鲜美的感觉哦。90多岁，96嘞，哦，快100了，96岁，看不出来哎，对啊，吓一跳，真的吓我一跳，96岁了。那昨前两天好像蛮大，风好像都。有啊，它里面有药头。嗯，好香哦。然后那药头再搓一搓，螺蛳粉。就让它就是。这一天吃超好的。要吃好一点啊，后面就开始抄了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？新年新抄啊。新抄。哎呦，有梗哎，新抄哎。要把那护条垫拿起来，帮嘛，要不要拖到中间一点会比较好一点？嗯，会差一点泥巴嘛。我到那边去，最好别让它脏。2023年第一路见师长，感谢大家今年的支持，也得祝大家新年快乐。很快的影片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啊，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，记得开小铃铛才会发现影片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